么才回来啊？别提了，都是因为这些圣女果啊耽误的时间。哎，我姐新疆那位来了，你们去见一见。早就听见了，他一说话酸得我直倒牙。嗨，早说呀，那我要花钱费功夫买他干嘛呀？喝点吧，我儿子回来了，你们见见面。哎，他回来晚了，是因为工作忙，外国老板会剥削人着呢。王莹跟我介绍过他弟弟，说他弟弟特别优秀，后生可畏，是不是？谁这么跟你说过呀？你这么说他，他还不得上天了？他小健，快点，你换件衣服。哎呀，来了来了，我儿子，你好。圣女果。说什么呢？什么圣女果啊？妈妈，干嘛干嘛？快把手给端出来！你自己没长手啊？哎呀，你这是默默干什么呀？水果不就在桌子上摆着的吗？有。圣女果是您捎来的？是是是是，太客气了，一点水果。不成敬意。赵东，把围裙解下来，到西厢房里待会儿去。对对对对对，去吧。我那菜正准备炒，这有我呢。让他接着炒，他的手艺啊，不比那五星级酒店的大厨差。中西大菜，南北佳肴，没有他不会的。会吃的，不会吃的，没他不会吃的。王健。这可是你的家，今天我们吃定你了。走，歇着去，去歇着去，去吧，这有我呢啊！啊，走啊！西厢记要开罗罗，可是这张生选的不怎么地呀。王健，正经点啊！你，我看这人拿得出手，你那眼光也忒刁点了。哼。去，慢点啊，王爷。哎，好好好。好，您就见哈，您见。我来。又王爷。啊，又倒腾什么呢？这回呀、啊、是个大工程。大工程。好，忙着吧。哎，好好好。哎，你好，王爷。我来，我来。您自个儿还会做鱼缸啊？哎。这回等我做好了，招呼你回家来看看啊！保证比市面上卖的那些东西啊强多了。是吗？他们那些都什么东西呀、啊？动不动就标价2000多，糊弄外行呢。哟，别说，嗯，前两天啊，我差点上当，我还想给我妈买一个呢。怎么，你妈，她也喜欢养鱼呀、啊？好、哦，说着玩呢。哦，走，王爷。走，哎，您慢点啊！哎，好好好好，好嘞，哎，哎，好嘞，这回够咱们得折腾几回了。是啊，哎，我们这台阶多，你慢点啊。好嘞，哎，好。你干嘛呢？啊？你这玩心怎么这么大呀？我让你打听最重要的事儿，你这干嘛呀？弄一大堆这材料回来呀？啊，你看看，我这是要给默默的顶头上司做个鱼缸。鱼缸？哎，我跟你说啊，我打听清楚了，默默这个顶头上司啊，最爱养鱼了。咱老爷子不是说让咱们投其所好吗？我就送给他一个鱼缸，是不是正中下怀呀？送个鱼缸，倒显得高雅别致啊。哎呀，可你干嘛呀？费那么大劲，你自己做呀。虽然这鱼缸价钱不低吧，也就是两三千块钱，咱们家掏得起。嗨，这你就不知道了。倒退几年啊，干部贪污受贿1000块钱就被立案了。咱不能光为了女儿好。把领导往火坑里推吧，啊！哎，这又是我自个儿做的呢，就另当别论了，是不是啊？嘿，你呀，就看好吧，啊！
保证 OK。哼，换手。哎，不许耍赖！真不耍赖！哎呦！多高兴啊！这才是你原来那个招人喜欢的姐姐。傻大姐就没脑子，什么时候唱那个，多不吉利！去，不许胡说八道！你姐选个随心的人不易，谁也不许放她。老妈，把我刚才买那个事你给我拿出来。哎，妈，把这个放桌子上。干嘛呀？叫你摆就摆呗。哎，嗯，嗯，干嘛呢你？哎，再看看我买的，赵松给你买的哪是什么圣女果，就是一口袋金蛋。你嫌他呢？他买圣女果的时候啊，王健就在后面等着呢。哦，他这么精细啊？精细，那叫小气。我最讨厌这种小里小气的瘪犊男人了。凭那么点小事儿，就能看出人家是瘪犊啊？小事儿？哎，事情虽然不大，但是你知道吗？现在的人多难看懂，冠冕堂皇那套谁都会。想看清楚一个人，就得眼光敏锐，抓住细节。说的对，说的对。细节，细节。你先歇会儿啊，我去打点水。反正凭我这直觉，赵东配不上我姐。你瞎说，人家是国家干部，还是文化局的呢，要身份有身份，要档次有档次，要模样有模样，哪点配不上你姐？我姐比她有人性多了。你不就显得小气吗？哎，你姐还就需要这么个人来规矩住她。俩人太顺撇子了，不见得是好事儿。结了婚成一个人了，就是要性子相差的远一点才好，这样好互补啊。那是瞎掰，都什么年代了？现在谁不想让自己过得舒服痛快点？谁让谁？谁迁就谁？谁补谁啊？与其这样，还不如不结婚呢。王健，你姐来了。你姐的事儿，你们谁都不许说三道四的。要是谁敢搅和，我就真跟他急。真人不露相，真人不露相。蓝涛啊，啊，你这手艺活儿还真不赖。嗨，这算什么呀？比起当年我们猫在山沟里造的那些大家伙来说啊，嗯，这是小菜一碟。是，有时候啊，我还真不明白。你说啊，国家把你们这些能耐人搁家闲着，白领养老金，嘿，亏了，亏了，国家亏了，你们也亏了。嗨，爸啊，咱们中国人多，嗯，遍地都是人才。哎，您让一下。哎，不过说句心里话，像我这样的手艺人呀，还真是越来越少了。您想啊。如今的年轻人都奔那个什么硕士啊、博士啊、明星大腕去了，还有谁愿意当工人呢？有时候啊，我就直犯愁。您说将来一部分人在那儿发号施令，一部分人在电脑前画图画表，哎，那真正动手做的时候找谁去啊？机器人。机器人，
以后啊，就指着机器人，机器人，机器人，做好了。啊，看看怎么样？怎么样？爸，真棒啊！那可不。王爷，还真有两下子啊！怎么样？人没有压力，他就没有动力吧？哎，我平时没白挤着你啊。爸啊，您听见没有？啊，说了半天，这功劳啊，还是人家的。就是。这么好的东西送给人家了，怪可惜的。那有什么呀？哎，你要是喜欢我呀，给你做个十个八个的，没问题。不是，送人我都不心疼，就是默默他们单位那个妇科呀，是个大俗人。他配接受这么高雅别致的礼物吗？啊！哎，我说，定好的章程别改啊，赶紧雇车，把这鱼缸按照。打听好这地址给领导送去，这个事儿啊一紧不宜拖。知道了知道了，我去雇车啊。好好好，我这儿啊也马上就要起火了。来，楞个里个里个里个楞个里个里个楞。默默，老爸这回为你办成了一件大事啊。看把你给得意的，我就不相信就凭您还能办成什么大事。哎，有这么跟老爸说话的吗？你怎么越来越像你妈了？连说话的口气都一样了。哼，老爸别生气了啊，我是逗你玩的。哎，老爸说说吧，你都办成什么大事了，让我也分享一下你的荣耀。我跟你说啊，你爸爸呀这辈子算是没有什么事业了，希望全都寄托在你的身上了啊！为了你的工作，你爸爸这回亲自披挂上阵，做了一个大鱼缸，给你们那个顶头上司那个副科呀送去意思意思。你说什么？要给副科送鱼缸？啊，没错。哎，马上就要出门了，你妈呢已经去叫车了。不许去，绝对不许去。哎，为什么？甭管为什么了。爸，这主意谁出的？是不是我妈呀？啊，我拜托你们两个人千万不要再给我丢人现眼了，好不好？默默，你放心，你老爸这回做的鱼缸啊绝对够水平啊。哎，要不然我先送到你那儿，你先过户吗？你敢过来，要是让王健知道了，他不得气炸肚子啊。你们也不想一想，我们两个人怎么可能向一个神经兮兮的更年期大妈低头呢？多没面子啊。默默，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你不是还想回原来的单位工作吗？谁说的？谁说的？王健已经决定了，从今以后我的社会定位就是全职太太。什么什么全职太太？这太夸张了啊。这是你别笑别笑，严肃点嘛。老爸，我可再一次警告你啊，你要是胆敢给妇科去送鱼缸，我就跟你断绝父女关系。哎，哎，师傅，您开的稳一点啊！哎呦，我这大鱼缸做的可不容易。师傅，咱们这是往哪开呢？城西区龙井里啊。哎，不对啊，我是到那个城东区万盛公寓。大爷啊，你老伴给我说了三遍，城西区龙井里啊。啊，对不住啊，我老伴他老糊涂了，他说的不对，我真的。我是到城东区万盛公寓。
这俩地方可是一东一西大吊脚啊。哎，没事没事啊，那个该多钱我给您多钱，您放心啊，谢谢谢谢谢谢。怎么样，我的手艺还可以吧？行，不错。老肖啊，你从进门就开始忙，快快快快，去坐着休息一会儿啊。哎，好好好。哎呦，我的扣。扣？嗯。我来看看。老肖啊，这鱼缸真是你做的？哎，怎么，你不相信啊？不相信？你去问问大光，这些材料啊，还是大光开着车陪我去买的呢。我信心，我怎么能不信呢？老肖啊，你从上学的时候就聪明手巧，你还送我一个半导体收音机呢，怎么你忘了？对，怎么会忘了呢？那是你14岁生日的时候。对。对对对，哎呀，那时候啊还不兴送礼什么的，我却收到了你送的收音机，当时啊把我吓得，我就想你哪来的那么多钱？你呀也像今天这样告诉我是你自己装的，我才把它留下来。老肖啊，这件事在我心里可是一件挺大的事儿啊。是吗？啊，我告诉你，这半导体啊我到现在还保存着呢，你不信我拿给你看去。好好好。老肖啊，每当我看到他，我就会想起我们那时同学的感情多真挚啊。几十年了，你还一直保存着它。快点，来人接一把。哎，有人吗？哎，怎么没有人呢？庆女母，庆女母。还能有谁呀？妈，你怎么来了？进去吧，给我。哎呀，瞧你弄的，怎么这么乱呢？你婆婆呢？她不在家吧？没在家，怎么不把门关上啊？瞧你们这人过，这不是家里还有我吗？我不是惦记你吗？一天天睡得跟小死猪似的，要万一进来坏人怎么办啊？哎呀妈，哪儿那么多万一呀？ 啊你这心思怎么总那么重？你就不能放轻松一点？自打你嫁了老王家，我这心一天也没放松过。你说你是什么环境长大的人呢？啊，这老王家什么环境啊？你能舒心吗？妈惦记。妈，我在这儿生活的挺舒服的，我婆婆虽然有点糊里糊涂乱唠叨的，可是她这人呢心里不装事儿，脾气又特别好，一天到晚啊乐乐呵呵的，搞得家里的气氛啊挺不错的。你这话甩给谁听呢？哎，你看你，咱娘俩这不是在聊天吗？你要是老这样的话，那谁还敢跟你多说话呀？妈，那样的话你会越来越寂寞的。妈，你怎么了？自打你出嫁以后，我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心里头闷得慌呢。哎，
昨天晚上我做梦，我去讲演了，台底下坐一屋子人，我就哇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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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在那儿讲，哎，都赖你爸把我叫醒了，他要不把我叫醒了，我还在那儿说呢。哎呦妈，家里不是还有我爸跟我姥爷呢吗？哎呀，我爸这么幽默，我姥爷见多识广又健谈，你们仨找一话题准能聊一晚上，宽心解闷儿呗啊。就他们俩有聊的，什么事儿都背着我。哎，俩人正说的兴头上呢，我这一出现，他们俩立马拉闸。你看你看，你又多想了是不是？我爸跟我姥爷他们俩能有什么背人的事儿啊？我觉着啊，你应该担心的是啊，你说怕你爸在外头有相好的，他就他那德行，我把他扔在大街上都没人捡。反正吧，你别太大意了啊。有人捡？其实啊，这个半导体原本是装好了以后留给我自己用的，可临毕业那一年我得了肺炎，你和班上的几个同学到我家里去帮我补习功课，这其中属你最认真最有耐心反而了，我着急你也不着急，脾气总是那么温和，你那副喜眉笑脸的模样啊，当时可给了我不少克服困难的勇气呢。瞧你说的。这么多年了你还是没变，脾气还是那么温和，还是那么喜眉笑脸的，这样好，这样好。变了，人的脾气秉性哪有一辈子不变的呢？我的家里啊也遇到了一些不顺心的事儿，这脾气啊也跟着见长。哦，是不是因为你自己的病啊？不碍事的，别多想啊。咱这个岁数的人，没几个人的心思是围着自己转的，那还都不是为了孩子吗？嗯，你不就是大光这么一个吗？他不挺好的吗？还有什么让你操心的呀？是我对不住孩子，大光的婚姻全都耽误在我身上。跟你说啊，妈，呀，亲家母来了。哎，亲家亲家，吃了吗？到底是中国人哈，见面就问吃，你不看看现在都几点了，是吃早点呢还是吃中午饭呢？我们家钟挺摆，默默就是钟，他醒了就是早晨，吃了饭再来一觉就是中午，饭菜预备好了随时候着。哎，妈，你说我是不是在补觉啊？我怎么老想睡觉啊？把我考高中升大学工作加班以后所有耽误的睡眠一下都补过来似的啊。睡你的呗，沾枕头就着，那才是有福的人呢。什么有福啊？要这么睡下去，大人脑袋都睡扁了，那孩子脑袋都睡傻了。瞧亲家母说的，凭我们小健的脑子那孩子能……我可没说你们家小健啊，我是说我女儿呢，她缺心眼儿，她傻。那咱缺啥补啥，我刚买了一篮子东西全是高蛋白。哎呀妈，
你别拿去了，那王建闻见屋里有不好闻的味儿，他越该不高兴了。哎，看看我买的东西吧。你看看咱买的东西，嗯，是，你看看，这是胎教材料，现在谁不知道胎教啊最重要了？你看，你看看，这是胎教教材，这是 VCD， 哎，这是音乐带，默默听妈的。你上午啊，拿着录音机放着这音乐带，轻轻的放一个小时，然后呢，你就照着材料念外语一个小时。下午呢，你就放上那个动画片，跟着动画片啊，轻声细语的给这宝宝讲故事啊。哎呀妈，你想累死我呀你！啊，这就累了？你要想当妈妈，你就得做好一辈子操心费力的准备。行。行，好嘞，好的，没问题。见大哥，小250，张小胜，你才250呢。哎，张小白，我可是你自己命的名啊，你忘了？几个月前公司招聘，你就站在这儿，大呼小叫的。到多少号了？该到我了吧？我的号码是250。哎呀，不闹了，说正经事儿。正经事儿。嗯，每天上下班的时候，你经过不经过我们服务台啊？什么意思？王健，我希望你，希望你能多往我那里看几眼。嗯，芳芳，大哥忙得很，家里家外两头挑的。等默默姐把那大包袱卸下来，咱们痛痛快快的吧。哎呀，你想哪儿去了？我不是。哎，王健呢？那儿呢？嘿，王健。快点，来不及了。爸爸，好好工作。找这么份工作不易。哎，对了，半夜长晕了吗？有什么问题？哎，我家叔叔是你的。傻丫头。是给福利院收募真香的那件事吧 ？Yes， 还没有什么收获。怎么回事？夫人，我觉得那个募捐箱做的太小了，摆的位置又不显眼。再说了，我们公司的人啊，大部分都戴眼镜，那视力……哎 ，No， 眼睛不是重要的，要用这一西方的谚语，用心，用心看世界。那夫人，我能给他们做些提醒吗？夫人，您放心吧，中国人啊是很有善心的。奶奶，买冰淇淋了，再吃一个。你把我当成小姑娘了，快坐下，坐下，坐下。来，哎呦，来，你吃，你吃，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喂，你好，杜哥，是我呀。哟，王健啊，最近忙什么呢？
没忙什么。忙不好，瞎忙。你这小子就忘不了臭贫。哎，说真的，什么时候到深圳来啊？我跟你说，最近啊，我还真有点烦了。哎呀，是不是老了？这段时间一直感觉挺闷的。哎，你和我诉什么苦呀？不会是为那段死灰复燃的感情找借口吧？死灰复燃？你说什么呢？别装糊涂了，我是说你和 Chris。老弟啊，你是说我和他的感情啊？我跟你说，你就再给我两桶汽油，他也复燃不起来。那谁知道，人心隔肚皮哟。今天你怎么了啊？不阴不阳的。我告诉你，我没工夫跟你瞎扯啊。五哥，那我就不绕弯子。为什么我做的好好的项目，你叫老板中途异人？中途异人？王健，你昏头了？你怎么会提出这么愚蠢的问题啊？不是，我跟你们公司有什么关系吗？再说了，我凭哪一条插手到你们公司啊？凭以下两条。一，项目是你引进，你做的中介。二，顶替我的 Chris 又是你的。我明白了，老弟啊，你极有可能遭 Chris 的暗算了。其实，在这件事上，我早就给你打过预防针。小心点啊，奶奶。今天的天气好极了，天空那么蓝，哎，像水洗过一样。水洗过？嗯，你说的很委婉的，委婉的啊，生动。哦，对，我们中国的语言啊，是世界上最生动的。芳芳，我很喜欢中国的古诗词。啊。能给我念一首吗？行啊。我念哪首呢？再来一会儿，念那首《清明时节雨纷纷》。哦，对，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怎么回来晚了？啊，哎，沫沫呢？哎，他快十点才吃的早饭，吃完了，接着又来一觉。哎，跟你说个事儿啊，清明节快到了，到时候咱们就过去，那边我全都办妥了。这人也真怪。从你上回说起他以后，我这做梦还真梦见他了。这都多少年过去了，忘不了啊。有什么话就到他坟前念叨念叨，啊。还是你。行了行了，说什么说啊？有完没完啊？哎，王健，你怎么说话呢？什么意思啊你？我怎么了？我就这样说话的。妈妈，我走了。哟，听见我来了？哎，您怎么不多坐一会儿啊？是啊，正好赶上饭口，哪能不吃着饭？是，您回屋坐着去。不，进屋去，进屋去。你就别客气了，这王爷不在家。我家里还有个老爹等着我伺候呢。
哟，好，那改日请你们老三口一块儿过来啊。过来啊，好嘞。啊，哎，对了，金天谋，您留步，小健回来了，我看汽车在那边停着呢，让小健开车送您回去啊。送了，多麻烦呐。小健，王健，你出来。小健，王健啊，小健，王健出来。叫你呢，听不见。快着些，快出来呀！快点走，快点走。这孩子，小健，这孩子，开车送送你岳母。怎么回事啊？哎呀，我听不见，听不见，听不见。王健，快出来呀！默默，王健呢？王健睡觉呢。啊，妈，你怎么还没走啊？哎，怎么跟你妈说话呢？这是。这是我们这留还留不住呢。你让开，让开呀！亲家母，您怎么了？怎么了？去，回头问问你儿子。我要再走的晚会儿，大棒子都快抡过来了。哎，静静。吃吧。先别吃了。王健，我问你，我和你妈在家门口招呼你半天，你到底听见没有？我做的这一切是对。我不派默默出去了吗？嗨，小健，我默默是格格，怎么成你情务兵了？还说派就派的。说正经事儿了，你少打岔。啊，爸，我张强问什么了？今天这事儿啊，王婷一点责任都没有，都怪我。我跟你说，我王健，我问你，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属于人之常情的范围，长辈出门为什么不送一送？怎么连起码的礼貌规矩都不懂啊？我和他妈吵架了。什么？人要有德行。我和他妈吵架了。为什么？你的样子比他玲珑明亮的多，就是因为他妈太爱逞能了，管的事情太宽，插手地方太多。今天我在工作上有那么一点点的变动，我们公司同事 Chris 接走了我手里正在做到一半的项目。虽然这件事情稍稍的有那么一点点让我不痛快，但是他妈就把整件事情弄得个惊天动地，还花了几个小时功夫拐弯抹角的找到了 Chris 的手机号码，要打电话约人出来谈一谈。哟，这有点不太合适了。他这个人就是太能耐了，总是不能正确的估价自己。他想找 Chris 去谈， Chris 是什么人物啊？别的不说，人家几句外语就把他给抡迷糊了。王姐，你这种对长辈态度不对啊。那他这样对待晚辈态度可不可取啊？二者没有可比性，你还讲不讲民主啊？民主和你没民主可讲。小金，老爷子吃饭吧啊！吃饭，默默啊。
Thank you.